们现在人呢在澳门，我们来参加第64届的澳门大赛车的采访。那首先很感谢横滨轮胎，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参与这个赛车界的一大盛事。那其实讲到赛车这件事情，尤其是澳门大赛，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都不是非常的清楚，尤其在赛车活动的环境在台湾呢，其实并不是那么蓬勃发展的一个状况之下。那其实澳门大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比赛，你要晓得澳门这个地方非常的小，所以澳门大赛它是一个以封街式的一个形式来举办的比赛。你现在所看得到的这些跑道其实都是原本的马路。那我们晓得这个东望洋赛道呢，全部都是马路之外，它的全长大概是6公里左右。那它在最窄的地方呢，大概只有7公尺。你想，每一台赛车的宽度这么宽，还要挤进这7公尺里面做一些超车的动作，所以在这个街道赛里面是非常非常刺激，而且非常非常挑战驾驶的技术、胆识，甚至是运气。所以在每年这个比赛里面，常常会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故，也是公认的一条最危险的赛道之一。那其实在今年的比赛过程当中，一样有分出非常多的组别，包含了有 F3， 有 GT 组，就是超跑组，那也有 WTCC， 就是世界房车锦标赛，还有澳门当地的一个房车赛，甚至还有电单车的一个竞技。电单车就是摩托车的意思。那其实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年比较特别的一些状况。那其实在 F3 呢，目前 WTCC 的引擎刚发动，就如果我们等一下收音会收到这些声音的话，请多见谅。其实在今年的 F3 里面呢，你要晓得，其实在澳门大赛从历年以来，非常多的 F1 车手都是从这个地方来做培育的，包含了喜拿、舒马克啊，包含是目前非常一线的一些赛车手，Vettel 或者是 Hamilton， 这些 Nico Rosberg， 这些都是从澳门大赛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参与这个比赛，甚至被发掘。那在今年很特别一个状况，就是在 F3 里面呢，迈克舒马克他的儿子也有参与这个比赛，虽然目前的成绩并没有到非常的前面，但是一样我记得是在大概前10名以内。以他这样的一个表现来讲，其实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如果他日后可以拉到一些 sponsor 的话，以他的老爸的一个知名度，其实他要在赛车界来做一个发展也是相当顺遂的。还有另外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在这次的 F3 里面，我所看到的引擎供应商绝大多数都是 Volkswagen， 也就是大众汽车，这和我们以往的一些印象是比较有差异的。因为我可能以前晓得 F1 就是宾士的一个天下，那在澳门 F3 里面呢，引擎的供应商绝大多数都是大众汽车，这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地方。那再来我们讲到 WTCC 这个级别， WTCC 它就是世界房车锦标赛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呢，它是房车赛的一个殿堂，在澳门里面呢，因为它整个跑道的一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在这里比赛相对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其实参赛的队伍包含我们非常熟悉的 Honda， 它推出了 Type R 来做比赛，那甚至呢还有雪铁龙这个厂商，甚至还有Volvo 这些品牌，它以S60 的一个赛车来参加 WTCC 的一个赛事。所以它在整个精彩的程度来讲是非常刺激的，因为在澳门这个地方呢，它的整个赛道宽度非常的窄，如同我们先前所讲到，除了要有技术有实力之外，今年运气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在刚刚不久之前，就是现场的状况 WTCC 发生了一些状况，一台 Civic 直接打横在跑道上面，那后面的车子都没有办法前进，那目前赛事也停下来。其实在澳门大赛当中真的很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出红旗的状况，它会有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故，所以比赛的一个刺激性跟精彩性才会这么强。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 GT 组，就是超跑组这个内容。其实它很多参赛车款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含有 R8、有保时捷911。那其实比较特别的是在这几年，宾士的 AMG 它以 GT 车系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而且驾驶它的人呢就是澳门先生 Montara， 他之前也曾经来过台湾，不过他之前开奥迪，现在开的是宾士。那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一样拿下非常好的成绩。但是其实在不久之前呢，其实在GT 组它也发生了一些状况。在 GT 组里面总共有20台参赛车款，因为经过一连串的车祸，最后只剩下8台车子在场上竞争。
那基本上是少掉了一半以上。其实在这次的 GT 组里面有一台车子也是非常特别，它就是 NSX GT3。 它为了参加这个比赛，它把车子重新改造，它原本的油电系统把它舍弃掉，变成一样是V6 的引擎加上双涡轮，同时它也改成了后轮传动系统，再搭配上了序列式的变速箱。我觉得这台车子非常非常漂亮，但是很可惜很可惜，它真的没有办法完成这场比赛，因为它也在车祸状况之下所牺牲掉了。另外是在房车赛部分，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因为在房车赛里面参赛的车款呢，很多都是比如说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包含了 EVO 啊，甚至是 GTR、R34，那或者是 Impreza 这些车款。其实我觉得在这个参赛的内容里面，虽然它的速度可能未必是最快的，但是参赛的车款是一些我们认知上比较日系，然后可能是90年代末期或者是2000年初期这些性能车款的日本车还在场上进行比赛，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振奋的事情，也非常期待看到他们有非常好的成绩。最后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华夏杯的部分。其实在华夏杯的参与车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 TCR 车款。那这些 TCR 车型呢，是来自于森宝所打造的 D50， 它是一间大陆车厂所推出的 TCR 赛车。那我觉得讲到这里，可能有些人晓得，因为嘉伟哥的战车就是308 TCR。那 TCR 就是一个比较入门的一个房车比赛，它是隶属于 WTCC 之下比较入门级距，它的参赛门槛稍微低一点，但是一样有非常缜密的规划，包含它的规则。那我觉得在中国自主品牌非常进步的一个时代，他们目前已经有能力去打造这样的一个车款，其实是我们目前国内车厂还非常需要进步、需要加强的一个地方。在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带我们来看澳门大赛的横滨轮胎。那其实我们知道，长久以来横滨轮胎就有针对澳门大赛有一些赞助的活动，其实目的也是为了让自己的产品可以在这么严苛的一个赛道里面来做测试，那也为了希望自己的产品在这样的一个严苛环境测试之后呢，可以获得品质上的一个提升，不管是在性能或者是在整个操控的精准度来讲，都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个正面的帮助。那其实在这次参与澳门大赛，对于我个人来讲，在经验值方面也有一定的成长，那我非常喜欢这一个比赛，也非常喜欢这个环境。那我希望有机会还可以来澳门大赛来做采访。那我们这次的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喽。Let's go.